这个等一下会介绍这个你们是不是也可以拿生鲜的，也可以拿干的。盐。原味 yogurt， 那放进去，先让它浸泡一下，你可以隔夜的话是更好，然后第二天再来烤。烤的时候呢，就是一边是15分钟再翻面，再15分钟烤。这个，那所以你烤鸡翅呢，你可以配那个中间那个呢，就是沙拉酱，那你可以配也可以不配。要你们过来看会好，代表是对的哦。那你过来，莫妮卡，你拿这个手套，手套了。我已经安排三个给你，三个给我。你在这边，我等下拿材料给你。你在这边，我在那边。小心。其实我们在土耳其那边，我们香港哦，我们是做一个鸡。整个的，但是现在我以为你们这边呢找这个会比较容易一点，原来是那么难找的。在我们昨天去买，很难买到。我们是小小的，用小小的，就土耳其它不会用这一段，还有这一段，等下会有一点距离，有一点会改的。现在我是6个嘛，我跟他是6个，但是我现在写是6个分量。所以我现在做3个，所以我要把这个再减一半。那现在我放咸跟盐啊，盐跟那个 yogurt， 盐跟 yogurt 呢，我们就拿那个盐要麻烦你们在第二台好像有的，有你后面有一个碱那个杯啊，是这个，你们可能要你帮我拿那个三。因为它这个不是茶匙哦，小一点，我要没有小一点的茶匙哦，那我们就用这感觉吧。这个也可以的，这还是大一点。我们的茶匙是好像这种，但再大一点，没问题。两点东西弄起来，好像帮他我们做配手啊，我们就把这个放在你的面上面也可以的，但是不要放，不要放那个，千万不要放那个咸的。优格是可以的，优格可以做脸。好，然后我们自己手已经按摩了，然后我们就帮我们的这个鸡也按摩一下哈。其实呢，因为现在比较时间比较赶，如果你们在家要把它放一段时间，把它弄一段时间先，然后才把其他更多那些材料放下去。放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们就再另外做一个材料。什么材料？我们放这里哦。我们现在一般这个番茄我们要一个茶匙啊，这个是两茶匙的，那个我做一个，这个一个，这个最小的，最小的一茶匙，都可以，这个一个，它也一个，如果我们一起做就两个，放在这里先，我看起来不够啊，可能要再多一些。这个很大，我们台湾买的番茄酱都比较小，我们是比较后来就变成干这种了，哎呀，好，还要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我看我们要改了这个，因为它这个很大，要差不多这个3，好，你也是一点，对，这个是2。我们把它放这里，还有肉的放这里，全做的颜色。放在一起。还有这个就是蒜头，蒜头我们已经昨天有切好一部分了。也是一小颗。现在我们要帮他按摩啊。所谓的烧烤啊，这样子的烧烤可以的。其实我们呢，没有这个，就一串贴的串起来，然后就把它 BBQ， 那就最好。BBQ 那种嘞，就更加好吃，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烤呢，味道没那么特殊出来。那今天呢，有点味道了。
等他。其实我们是说晚上做，明天去煮是最好，但是时间关系，我们等他半个钟，我们就或者一个钟，我就把它烤了。couscous， 它是不是像一种谷类 couscous？ 他们就不贵。他们那边对那个中东常在这样泡热水、啊，然后就可以吃了。啊，这些应该也可以。家乐福好像在卖，对对，家乐福、啊。这个很健康。还有呢，我们那边土耳其那边，他会做一些菜的，不只是做沙拉的，他们会做好像我们你们有看那一条条的，好像春节，那条是春节，但是呢也是蔬菜来的，也是放他们的番茄膏啊、蒜头啊，怎么样做一条条，这个来做的。这个做很多不同的菜的、这个，这个台湾有卖吗？哦，这个我不知道，要找一找。如果是不加肉食的话，加肉食。小老鱼很重，我们在台湾。就是他们呢，每一次每那个小孩子哦，小年纪差不多小学都已经学做沙拉的，因为在家里面他们很喜欢在家里面吃东西，不喜欢到外面的。所以我们呢在那边如果做中国菜做什么都是游客会比较喜欢，他们很喜欢就是自己的国家的东西，喝茶咖啡都是很传就是很没不改变的，就是那个形状就是那个形状，那个杯就是那个杯子，从小就已经帮家里面做沙拉的，所以他们吃切东西的时候已经很快了，我们吃一切一个洋葱他们已经切了十个，因为他们做洋葱就是要加，是放这个也可以。但是如果你们有生鲜的，也放生鲜的也可以。嗯，好，这个也完成先。等下我们再放这些吧，放在旁边先。等下我们再装。对，这样子。肉在里面有很多种，但是他们本来的做法就是蔬菜，但是之后你们喜欢，他们也有一些菜是放羊肉啊，是切碎的羊肉。放在里面的，来，我们把油放下去。现在我煮的比较，可能油会比较多。